就是土众生，要靠我人努力勤勤力心动。兄弟，输出了文科技武器，应用棍、幻化型飞炮、反攻轻用者、相攻高敌、飞攻速效、惊天动地。哎呦喂哟，威口口，轻用者也贵宾，我告轻用啊！王秀千秋问，宋母红恩，同孙的秀用的，如此不幸逢，要靠我今用心灵清快也轰结魂，我则有六。乔万红衰魔改正教，魔流剑轰结魂，一快出个人的剑魂。弟兄来者，你吃完空根，拥有神秘力量，要靠个人，见谁一束之恩。用水红行，欢迎军军。应用快野轰击魂，同时修够五郎之势，近期快速游戏，也要靠个人，确实有惊有疑，无波必胜。攻击魂速度将将搬下来路，来用我的英勇要不及处，我不必拜我的英勇，我必要我要靠我的精灵，另外红心恩归心精灵，攻击魂力要救这波兵们，好好好半心半性一半心，转得转得是转心，脑中尽思做满贯，将阿父母贯并天，红旗魂醉。哦，一代天人素魂金，将心比精。今日魔力剑轰击魂师兄，轰击魂瞬间玲珑在精，源源不绝，速度快如闪电，正体雷霆万钧，要靠我人何不交给之力？我死心，降不心，魔力剑轰击魂，轰啊！魂金，你究竟将何物加以红旗魂的替代，让他功力殆尽？我是红旗魂之心体，也正是成就的秘密。伊是成就本身，并不以心力。成就心力的来源，乃是内部所蕴含的气库瑞特。拥有库瑞特的人，便拥有超贵功力。以源源不绝的精气，面对入口的人超高科技，一定要提升速度，保存精气，也维持供体运作完美无缺。因此，我特别前往研发库瑞特的总部英特尔，设立库瑞特是风之魂，让风之魂展现无人可敌的相互心，绝世奇功。原来如此，我来的奥行中刚火，库瑞特亦是不可小觑，是何故？
那原该如何处置酷瑞吞？哈哈，免急，秘密就在成就之内，随我来吧。